小朋友早安，我是苹果姐姐。你吃过早餐了吗？糖果巧克力我不要，牛奶荷包蛋 I'm happy。 想要长大一定要吃早餐哦，现在就跟苹果姐姐一起到咖喱村早餐店吃早餐吧。干饭队走喽。我不要死。天使的降临，守护。
小朋友好，我是香喷喷的香蕉哥哥哦。香蕉哥哥还要提醒你哦，夏天到了，常洗手，能把病虫都赶走，一起来洗手，打倒肠病毒。的肚子 green green green， 拿起电话说 I want milk， 好了。